到了，还有一分钟啊，还可以转的，好。有啊有啊。休息，先休息一下下。你不用闭气啊！你在做瑜伽吗？啊？不用吸气，不用吸气，我们休息一下啊、哦。好、哦，那就是大概我们二十分钟左右。没错，以前我们是二十二十吗？对啊。所以等下还有二十啊。等下再花十分钟就好了。哦，好。剩下时间给你们够，我花三十分钟就好。就是等于第一层的部分哦，先把那个明暗哦，我刚才都是用测笔画嘛，先大块的去决定说眼睛、鼻子、T 字部位、嘴巴跟整个轮廓上面它的一个那个比例上面哦，你先把那个位置先决定好，那个一旦决定好之后，其实它的大概像不像就已经决定好了，就大概人体的结构上面就已经决定好了。哦，那怎么去决定这些？就是靠块面、块面去走动，你不要只画线条而已。哦，我刚才都是用块面、块面去画，然后先画暗面哦，暗面的地方先弄一点其他颜色。那如果说你的底色哦是属于比较亮的颜色来讲的话，你可能暗面要稍微再多画一点颜色。啊，你如果是亮的话哦，暗的话，如果像那个，你可能暗面的地方哦，轻轻的用一些反光的颜色弄上去，你就可以开始画亮一点。然后形状稍微勾一下就好。哦，就是说看你的颜色去选择你这样子的做法。哦，那像通常人像最好的颜色是中间调的颜色。像我们最早画的那一次，有一个用那个紫色的，其实那个也蛮画的像用紫色嘛，蛮漂亮的，那个灰灰的紫那个。好，那。我等一下再示范，大概在十分钟就换你们画。然后我们现在是还要再画 model 吗？如果不画 model。